真的，现在你有意思吗？好，好，那位女士，我看她举手，好了，那就出来吧。我们看看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我还在住院呢。你还在住院？嗯。为什么？一直心情调不过来。心情调不过来。昨天那个王老师让我过来。是啊。我最近有一个多月了，还在医院住住了，那个情绪一直调不过来。昨天在这听课都，想着想着听课听不进去。是。脑子里就是轰轰轰轰呼呼的，恍恍惚惚，心情烦躁。好。我跟各位讲，他脑袋里面呼呼呼的，就是反正头部原始点，管头部五官，还有脑部里面的所有问题，所以不管任何的精神官能症，包括精神分裂，他唯一处理的就是这个点。然后他一般会产生忧郁的患者，你们记得，他一定属寒性体质。好，我们昨天都有学过，我们开始来辩证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再处理给大家看。你说这样已经多久了？一个多月了。一个多月。有吃药吗？吃了，我现在还吃的。好，那你开始怎么造成的？有别的妇科疾病造成的。妇科疾病，那这个就是他身体虚了才造成的。其实有时候身跟心怎么样，会互相影响。你身体不好，心情自然就会郁闷，所以这种患者由身体引起的，只要你把他身体搞好，他的病其实通通可以好。那你当时候妇科是什么病？那个在郑州那个河医二附院诊断的是功能性子宫出血。哦，那出血就如同我们昨天，如果昨天有认真听课，出血是属于热症还是寒症？寒症。哦，不错，大家我以为都忘记了。没有忘记，太好了。那就是它本来就属寒的，所以出血很容易解决，就是温敷嘛，还有经柔松嘛。那只要那时候把它解决了，它也不会进一步再变成怎么样烦恼了，是吧？如果那时候把你解决好了，那你现在除了烦，就是脑部烦躁，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可能有点贫血。贫血，头会晕是吧？头晕，现在有晕乎乎的。头也在晕。现在头还在晕，对，脑慌慌慌的，不清楚，脑不清楚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他的脸部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看一下，辩证一下？昨天学的是不是应该可以啊、应用了啊？好，这样的脸色呢，是属寒还是热？寒，为什么？他脸色偏向什么？青黄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一点暗黑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脸已经看得出来偏寒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看整个神情好像比较没有无精打采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第二条，无神倦怠是属于什么？寒。所以从两项的望诊已经几乎可以确定。那我们再看他的舌头，好，来睁给大家看。为什么白胎，对不对？对，胎是白的，所以更不用说，这个一定是属寒了啊、哦。也就是从望诊，我说最高明的医师就是从眼睛看患者就可以看出端倪，甚至不问就可以断定了。像这样患者还要问吗？不用。但是如果要详细问也可以，你试试会不会冰凉？不凉，我还发燥。烦躁。是热还热？心里老是热。心里感觉热是吗？对。那心里感觉热，那个热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、啊。假的啊！那心里为什么感觉热？一定是他怎么样？肩绷紧了，还记得吧？昨天我讲，所以他一定胸椎那里绷紧了，所以心里一直很烦躁，感觉热，是吧？那加上头部、脑袋也不舒服，筋也绷紧，所以他会特别不舒服，所以都是筋伤才产生的一些什么假象。这是假的，但是我不敢补，我一补立马就上火。比如呢，补了怎么上火？阿胶我都不敢吃。啊，吃了会怎么样？上火，头更晕。吃了会更晕，就是当你用热盐没有效，要立即改什么？
按推就是他属经伤更严重，比寒性体质怎么样更严重。所以两者虽然都有，但我们次序上有分，对不对？如果偏向金的，我们要先按推，按推完再给他吃，就不会出事了。那如果他是寒性体质，你按推没效，要立即怎么样？温敷，这两个要合用。所以他以为他上火，不是，是因为他先筋绷紧，热补不进去。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吧？所以他讲来讲去还是一个问题，寒，然后筋伤，两个都有。那这个容易解决。你现在头很晕嘛？哈，脑袋不清楚。脑袋一直都不清楚，最近哈、啊，吃药吗？吃了。吃那个药哈、哦，会让我们的脑袋更不清楚。你放心，本来已经不清楚了，越吃越不清楚，然后吃久会怎么样？因为我忧郁症还有躁郁症，看太多了，吃久了那个眼神会呆滞。但是晚上睡不着觉。晚上睡不着觉也是揉这里嘛，所以他现在出现的都是头部。那你现在哈、哦，我告诉你，最容易解决的方式哈、哦，你现在把这里揉开哈、哦、啊，然后回去温敷，睡像电毯啊，或是红豆袋，哦，红豆袋微波，那折成豆腐干，那每天晚上这样睡，你会睡得很沉，很好睡，啊，起来精神也比较好，头也比较不晕，这样会了吧？好、哦，你教我方法，我今天反正教你，今天我就教你们大家方法，我等一下留给你们看，那等一下再温敷，哈、哦，这里还有温敷袋，那他等一下应该精神就会比较好，好，我们做吧。那这个头部原始点就会按这里，好，这里痛吗？不。你忍不能忍？忍效果会很好。忍。可以。那我差不多揉20下，因为我看你的症状比较严重，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哇，你不错啊！你一直在忍我，对不对？很痛吗？不痛。我刚刚忍不痛。不痛。我刚刚忍不痛。忍这么重不痛。我还怕他痛，我放轻了，错认了。好。你不痛哈、哦，那我再看看这样力道呢，痛了吗？不，一定要有痛才有效，不痛我等于白揉了，你知道？我还白数了20下。好，这样痛哈、哦？不，好，那15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14、15，这一次就痛了是吧？对。好，哇，他那个点很深层，所以你们以后遇到有些揉了没有效，那是在深层的，一定要大力按下去。好，那这一边我也帮你再按一下，这点疼吗？这样。对。这样疼的哈、哦，哦，这样的力量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这次有感觉痛吗？痛。痛，但是痛就有效。好，我们再转过来。我开始帮你揉这里哈，枕骨穴。这里痛吗？痛。痛哈。这里应该也痛吧？这里痛吗？痛。这里呢？痛。这里也痛。嗯。
哦，那你整个颈椎都绷紧了，痛，好。好，你头在里面。这一点痛吗？这个呢？也是痛。好，这里痛吗？这里是不是也痛？这里痛啊，这里呢？这里呢？这里也痛，这里颈椎呢？我现在帮他揉好了，他确实那个痛点都蛮深层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吃药了？刚刚？没有，早上吃过了。早上吃过了是吧？几点吃的？8点。8点吃的，啊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哈。睡觉不好才得了的。对，你脖子是不是有僵硬的？对，整个身体都感觉僵硬。整个身体都感觉僵硬，现在全身都僵硬吗？我不好，头部是不是好多了？是，你现在全身还僵硬的吗？是。是哦，要不要帮他处理？全身就时间要长一点，但是他现在头部，大家可以感让他。你起来让大家感受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以教学，你看看你现在头部的感觉，跟大家讲一下好。头部轻松多了，特别是这个头部感觉轻松多了。还会不会有头晕的感觉？头不晕了。头不晕了哈，那他刚刚还有一个症状，头脑不清楚，还有什么头会晃晃晃的。这种感觉还在吗？好多了。好多了哈，这个比吃药是不是更快？但是呢，我们遇到你的机会很少，我自己不会。机会就靠你们周围的人，还有他先生啊。这个要学，这个很快学。这个、手法如果认真学，一个月内可以学到很好，根本不用吃药。那越吃人身体越虚。毛病越来越多，你看从一个妇科病到忧郁症病越来越多，这是哪门子的医学，对吧？所以就靠自己啊。那这个速度你看，想想看，头晕然后恍神这样不舒服，吃药有没有像这么快的？你们想想看，没有，吃下去也不可能这么舒服，而且时间你要蛮久药效才会发挥，对不对？你吃药有没有这样立即的改善？没有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套我说比医术，医现在的医疗速度还要快，疗效还要快，你们不用怀疑，我这个都实做过来的，好，所以像这样呢，做完马上立即帮他温敷，然后他的热慢慢进去，他一整天有时候根本不用吃药，身体就舒服。那现在这个全身的僵硬哦，我觉得今天因为教学哦。
不是义诊，我怕讲不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选择这样做，让你们了解这是怎么做法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有时间再下课啊，叫助教帮你稍微再服务一下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你应该，你的病应该会完全好，不会有事的，不要担心。把衣服赶快穿上。好，这个忧郁症可以治好的，而且揉完他头脑就会清醒、清楚，然后舒服。舒服了他还会忧郁吗？会，绝对不会。而且揉完之后哈，他头脑清楚了，血液循环也变好了，然后再温敷，他说晚上会睡不着觉，一定睡得很好。所以如果他的家人也学好，晚上再帮他推揉一次，然后再温敷，早晚各一次，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可以完全痊愈。这样大家了解了吧？还要看片子吗？不用了哈，看真人比片子还吸引人。好，那也就是头部所有的问题，通通可以治，包括失眠、忧郁症，好，青春痘，好，通通可以。青春痘也是揉这里。